在比赛开始之前，提醒一下场内所有人员，请您将手机调为静音或关闭状态。观看比赛时，请保持赛场安静。拍照请关闭闪光灯。场馆内禁止吸烟，谢谢合作。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石家庄2019“一带一路”中式台球国际公开赛全国选拔赛的比赛现场。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一阶段1-12组第六场，1-3组第七场比赛。下面介绍出场裁判员及运动员。一号台裁判员孙树庆，运动员朝鲁门何文冲。三号台裁判员范文涛，运动员田峰、张新荣。五号台裁判员赵帅，运动员何洪尧、张浩天。六号台裁判员张兴禄，运动员张琛、钱华。七号台裁判员魏金亮，运动员李达、马义荣。八号台裁判员张宝，运动员崔健、李明。十号台裁判员冯雅琪，运动员杨如、段长友。十二号台裁判员刘凯，运动员刘大伟、张庆勇。十三号台裁判员傅中轩，运动员陈大卫、王英超。十四号台裁判员杜环玉，运动员冯超、王玉。十五号台裁判员刘东来，运动员董秋君、刘晨俊。 TV 二号台裁判员刘金浩，运动员王玉浩、孙家伟。 TV 一号台裁判员温龙，记录裁判员李云龙、张正，运动员吕欣、王立哲。现在比赛开始。王立哲你好。吕欣你好。请双选手争夺开球选手权。听我口令，预备，3、2、1，开始。吕欣获得开球权权。中国石家庄2019“一带一路”中式台球国际公开赛全国选拔赛第二比赛日 ，TV 一号台的比赛直播，我们继续来欣赏。今天呢，单论本场比赛的评论员是阿苏苏新元以及和尚刘洋。大家好。阿苏好。刘洋你好。两位选手，左边的这一位王立哲，啊，石家庄本地的球手，对阵的是吕欣，咱们中式台球的名将。比赛采用17局9胜100分钟限时，双方轮流重球，很有意思啊。以前和尚跟张指导是永和斗奖，后来和尚这边去摄像，吕欣开始也跟阿苏跟老张组成了永元社，对，
今天我跟刘洋在一起啊，咱们叫何元胜。嗯，咱俩有一个名字，但你忘了，南征北战。南征北战也行啊。我们俩一个住南五环，一个住北五环。没错，我去趟阿苏家，还比去廊坊要更远一些。咱俩是最近的陌生人，最近的陌生人。对对对。今天由我跟刘洋啊担任本场比赛的话事人啊。话事人这个可就大了、啊。嗯嗯。在话事人呢，基本上这三个字从粤语这边来，但是在这个江西这边呢，也管这个话事人叫说话的人。哦，那这么理解的话，对，不是什么大毛大毛、啊、不是大问题吧？啊、对对对对。上去啊，先去衔接丙案区最难的这一科。吕鑫也是少见啊，从这个排名前32跌出来。哎，因为我们的每个赛季结束啊，有一个积分只保留10%的规则。嗯，这个保留10%，其实就是让你还能够分得出这个赛季的第一站到底谁是种子。嗯，但是第一站结束之后，重新洗牌。对，就会洗牌很严重的。嗯。那现在我们的出场分是400，你一保留10%，就剩下40啊，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积分榜上尾端有好多人都是40分、44分啊，就这样的情况啊，前年的都有。笔杆上来，打的还是非常轻松啊。手感还是不错，对，稍微少走了一点点。旅行过来看一下，啊，是尽量停比较好，还是左塞推一库比较好？嗯，就决定了你最后走吧是从左侧走还是从右侧走？哎，还是尽量能停啊。这样的话呢，直接啊中低杆就可以了。根据角度来调整低的程度还有力度。第一局，吕鑫胜，比分1-0，开球欠台。第二局，王立哲开球。最后12的过线很关键啊，哎，江江是一个合法开球，而且整体局面打眼一看花色不错啊。王立哲呢是来自咱们石家庄本地，而且呢也是一位资深的台球爱好者，也开过球房。哦，那也是为我们台球事业发展做出过贡献的同志啊。还登上这个大赛舞台啊。能不能展现出自己平时的这些表现？一打一顶，
组合球相对冒险啊，用左边带口球衔接呢相对来说更合理一点。那如果你现在不处理这个十四号的话，那下方十一号过渡十四号需要一定的这个走位的能力。嗯，常规来讲这盘球刚开始我们可能会看右上角这两颗，但他也是觉得十四要先处理。对，有的时候吧你越想着先处理就是越是一个冒险的先去处理。嗯，所以这个东西吧还是我们昨天说那话题啊，这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考量。你看，嗯，说着说着问题就来了。嗯，尝试勾一杆中带吧，这杆球如果勾好了的话还能叫到十四，就是当然要解禁啊，白球的吃库点靠上一些，他好像要勾十四号。嗯，就不理想了。如果是勾中带那颗呢，就是吃库点靠上，然后夹着左塞去勾白球，如果能是勾进的线路，白球会向下走，可能会碰一，那勉强叫到十四，你还有清台的机会。其实这一杆也是给吕鑫一个很好的一个防守的一个机会。哎，吕鑫好像觉得不至于啊，我就这么打了。啊，其实我第一反应是。拿架杆器打十五，打这个五号球下方一贴二啊，这个也没毛病啊。嗯，李鑫可能觉得对手可能名气上不太了解啊，打了几杆之后感觉自己有这能力，说不定也提前侦查过了啊，嗯，哎，觉得没什么压力。也没有完全档次，对，这就危险了。二五两颗都可以。嗯，先交五，那一个是好记，嗯，一个是你二往上叫不是更舒服吗？对吧？打得有点准啊。嗯，可能也是不想让十四啊跑来跑去的，万一出点什么毛病呢哈，万一停到这个衔接线路上麻烦。确实像吕鑫这样级别的选手啊，在我们比赛的第一阶段登场，我相信其他选手们都不愿意去碰啊，毕竟级别对于他们来讲稍微有些高。哎，那当然了，如果我是王立哲的话，嗯，我是一个本地选手，然后遇到一个高段位的选手，上 TV 台留个纪念也不错啊，尤其是双败的比赛。也够打啊。稳妥一点还是从下往上。有这右侧旋转，再过，啊，效果还是不错啊。一定要避过十三。对，有一个直接一库过来啊。对，就是要防止啊，一库过来之后被挡住就可以了。是，吕鑫也是没有太强求啊，宁可贴库，反正我离你远点。这位置不太理想。刚才那个角度，宇军打得挺快啊。我第二个线路没交代。嗯哼，也可以一个是发力蹬顶库边库下。顶库边库下，就这么打的话呢，它是一个，就是距离库边不会是特别的近。它这个走一个开放的线路，你从弹左边边库下来，这个开放
如果你直接是一库这边撞的话，啊，你要右边中带，对，哦，哦，明白了，也许是偏厚，嗯，这是一个，就这个球薄一点、厚一点，可能他想法立刻就不一样，对对对。可以尝试薄一杆啊，没问题。第二局，吕先生比分2-0。第三局，吕鑫开球。开球时机。开球时机。吕鑫也是来自黑龙江啊，现在在秦皇岛定居。其实老刘咱知道啊，这个在秦皇岛有很多咱们国内的知名的中式台球选手都在那儿定居啊，像马志宇啊、嗯、奚宏宇啊、张庆勇啊、吕鑫啊、夏红岩啊，对，嗯，加格达奇的第一杆和第三杆是吧？你挑事儿啊，挑事儿、这不能怪我，这个按成绩说话可是你说的，对，没毛病，哎，我背这锅啊。嗯，反正张纸不在，谁不在咱说谁。对。这杆就还是有一个白球向右的分离线路啊。想偷后。他的意图也很明显，用下方的脚带的球去过渡这个七四缝隙的十一号，去解放这九号，对，这一盘就解开了。嗯，而在选球阶段出现失误的话，那这个好局面交给了王立哲。不好，嗯，可能直接能低杆往回走，尽量叫到十一，其他球全是过渡球。其实刚才那个角度直接走十一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稳妥的线路，然后最后留这个右下方脚带的球去过渡八号，嗯，也可以，对吧？因为上方的球只要把十一解掉，那边库的那颗球其实对他来讲难度也并不算特别大，你看他后面选择吧。白球，嗯，吕鑫呢很可能会优先的考虑一下就四七这个地方，六呢如果现在能单下不算太难啊，就把它打掉。摆这种球就挺矛盾的，你摆一个大角度呢不保进，摆一个直的呢会影响你叫七，所以像这种球啊
我的习惯就是我摆一个正好打一半的那个位置，这样我也不用看点了，反正你摆自由嘛，想好了摆在一个打一半薄厚的位置，嗯，这么着出去还算比较保险啊。这杆就支不支持啊？一打一顶，没有。还有机会带三啊！来了，没过了。嗯，还轻轻的碰了一下，但几乎没动。嗯，准一杆，要攻的话就保证白就得出来，守的话呢打三防一。嗯，准。嗯，还是需要小立杆或者顶一下十，但多多少少还是得立杆尾，要在八号上面加到一。这两杆球能力强啊，山薄了。用和尚的话说，这杆球不白给啊。另外呢，这个球台上几乎没什么安全的地方。嗯。黑八的位置现在比较好，你只能是强攻。哎，白球。也要考虑对方啊，对方有那种实力去把这个八号处理进。不错，哎，有的时候英雄就是逼出来的。嗯，有点太可惜了，本来这杆球打进交到位，我还想说啊，英雄也需要一定的运气啊。刚才有一杆，这个有点。第三局，吕先生比分3-0。谢谢。专注台球杆研发生产30年，中山大学联合技术研发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杆，相信多数人的选择 LP， 让梦想更进一步。
第四局，王立哲开球。这上一盘也是蛮可惜的啊。而王立哲这杆底带呢，可能也是 TV 台想打的呢漂亮一些啊，完美收官，但是在最后出杆的这个选择上啊，多少有一些的混乱。到底是吃不吃库啊，吃不吃边库起来叫黑八，可以理解啊。这就是之前我跟刘洋我们俩也聊过，这个就是我们看球的时候的心态是这个坐山观虎斗，大桥望水流的这种，但是比赛的时候灯光环境又是 TV 台，难免当中心里边会有杂念。对，这就是你会不会比赛，但是这个东西跟打球是两方面的东西。是的是的，就技术呢，如果我们纯讲就运动的技术不讲竞技的话，那会相对单纯一些。而比赛这个东西，尤其是别人看着你的时候，对，你认识的人看着你的时候，这个心态会特别不一样的。这个东西只有是多去打，只有经历。对，刘德华那么大的明星，在歌里边歌词不也说过吗，如今站在台上我也难免心慌嘛。嗯哼，这个东西啊，刚才我们这个小话题有点像跑步也好啊，或者游泳也好，你一开始根本就没有开，比如说游了几百米，或者是跑了大概两三千米之后啊，你的汗出来了，整个人热起来了，进入一种开心一个状态，这个时候你跑或者游泳的时候，你的消耗就小啊，你的速度就上来了。经验丰富啊，工时五步。要不要拉回来呢？不考虑，就上去先叫十四了。好像是就是防疫杆啊，白球这位置，我不相信他会差这么多啊！这一杆，我两颗球都被你牵制最近的袋口，是的，对吧？我不如让你去当一个清道夫啊。我刚才为什么说拉回来呢？直接用十一把中间那个解决掉，把十二解决掉。明白。有九号来接啊，九号、十号都可以接。十三，我觉得不是问题啊，我都觉得不是问题。但是咱们只是，就是猜测选手的段位啊，不是说对于咱们自己来说。但自己这么多球啊，没有必要那么着急啊，打比赛嘛，赢，这是球风问题啊，对，不是说好与不好。确实，球风跟性格是有关系。会不会啊？进攻右边中带，然后借力啊，这是一个比较大胆的一个想法了。那个借力的位置还有点难受。有这意图。有这意图，你需要借得很薄。对，他也不敢打太厚。为什么说咱一上来就解释这条线路？是因为我借到你球之后，你是往右上往库边去走的，往库边走。我综合你的能力，就算我借的没进的话，你到后面你也难受。
嗯，掌握的真好啊，都不过来看一眼，很轻松。熟。哎，把你顶死，交到我的球。但是这个顶啊有讲究，你这顶不好啊，正好停袋口了啊。不能。就这球用轻重去来掌握，嗯，因为你的高低啊，不是说不能，就不太好去掌握。对，你顶，然后四号到一个很哪怕很斜的角度，也不好打。来了，有右塞顶开，好球。这就是能力啊。钻一下右边这个缝。前庭信步，吕鑫这步伐也是多年的养成习惯啊，特点。其实我喜欢这样走路的选手，我跟起来比较容易，容易出事儿啊。嗯，他会给你时间啊，对，调整机位的。那你说的好跟的选手，那不好跟的选手都是？比如说查理威廉姆斯啊。比如说杨少杰，赵汝亮，当然咱们对选手没有任何意见啊，那是人家的习惯，我应该把他派好。像赵汝亮的习惯啊，比如说他往后退得比较远，然后呢，杆横着拿，俯下身子去观察那个下球点，有这个画面。哎，杨少杰呢可能会趴下，或者是威廉姆斯他们有趴下起来这样的一种习惯。其实他叫什么我不管，我只管他高矮胖瘦，左手右手，有一些个人习惯什么的。开始。这白球位置真舒服啊。如果打这个花色球呢，应该是这个从上往下好一点啊。由中带的球过渡下方花色。要把中带打掉吗？因为那个十四还是不错的。他把中带打掉，也许可能是，那颗应该是十三吧，十一上面那颗。那颗不管是左边有没有下球，都会是他整盘球的一个关键球嘛。留了一个向下的角度，那这样弹库起来之后啊，在这个一号左侧大范围区域当中啊，去过渡这个花色球。如果左下没有，那就是两颗都叫。多走一点，可以，看力度拿捏吧。这样看呢，他走到这个位置看。就是先打十五、十一。这种肢体语言比较丰富的选手也是好判断的选手，就怕他心里面想着什么反应都没有的啊。扑克脸往这一呆哈。然后走路全是匀速，没有任何的那种变化。变数了啊。
想是没防住。嗯，直接就算能打，有可能没有下球点。从里边扫，比刚才好了。嗯，这回就很难再防守了，防到哪里都容易被人家打进。但是很难拼，你看雨欣白球放到这个位置，就是有讲究啊，就是这么难受啊。还会如法炮制吗？这个球应该可以二次撞击进。哎，结果他是勾到的，那方向就不对了。雨欣依然是选择直接打，这回好像没打到犯规。嗯，因为有一点点向下的这种拍泥毛的变线，推得太轻了就容易出事了。但是八号球距离自己的球太近了啊。嗯，你打出来吧，这一杆你不进球就完了。对啊，你不打出来呢，就是尝试去求和，可这个位置人家会勾进了，基本上。有了。第五局，李先生比分5-0。第六局，王立哲开球。开球时机。
这一局的。有没有打进的可能啊？应该是只是传进，哎，不只是传进，他想把白球放在十四的右下方，有一个左塞啊，控制力度，也是将两个球结合一下。关键这球打的也算比较漏了啊，也是没有太去在意。不过我们看刚才王立哲开球的时候，从眼神上看吧，嗯，啊，虽然大比分落后，但是态度还是非常好。似乎防住了十一，哇，看来十都防住了。嗯，勾球效果还是不错，十号的落位也不错。基本上比赛打到这几局啊，吕昕在中盘没有什么明显的漏招啊，给对手。嗯，几次控盘的时候都已经完成达到自己的这个意图，而且刚才王立哲是一个其实很成功的一个六号的防守。嗯，当然现在我们因为摄像好像防守住了你的线路，是不是？对，然后你还有另外一个屏幕可以看啊。嗯，但是李昕呢，刚才一个就是解十号球，反而是给自己留下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局面，然后让对方不好防。再贴一颗，贴一颗，打死一颗，就是打进一颗。遇到这样的对手的时候，就很头疼啊。看似漫不经心，但是每一杆打完之后，总是啊，绵里藏针。凡是遇上这样的对手，我就不想别的，就是进攻。像包括刚才那局黑八在左下角的时候。我不会想那么多防守，那个球已经没法防守了，只能进攻，把局面打得简单一些。这个球一漏的话，基本上又送分了啊。嗯，十一右上也有。嗯，不宽敞吗？没问题。
这个球十号嵌到袋口里比较深啊，可以做一杆组合球。好，多库出来。第六局，吕先生比分6-0。谢谢。金麦郎凉白开 ，CBA 联赛官方饮用水。第七局，吕鑫开球。刚才我们也看到的咱们的合作伙伴啊，凉白开这边有一个 CBA 的一个广告啊。说到 CBA， 咱说句题外话，现在这个有什么消息？林书豪啊，因为签约了咱们的这个国内品牌特步啊，包括现在在 NBA 属于自由球员哦，已经有多家 CBA 的球会呢给这个林书豪递上合同，但他感觉本人倒是一直都没有表态啊。你一说林书豪，我突然想起来，好像最近还有另一个书豪挺火的，那叫国豪。哦，国豪。可以啊，老刘，什么都关注，学问猫啊，什么都知道。别，这方面不能跟苏老师比。别闹啊！是你先闹的，对吧？这个没毛病，就只许你闹是吧？这一天用张指导的话说没好啊。嗯，右上方有对方花色球，下方的六号打起来之后呢，多少在出杆上会有点影响，但是这么打是有机会调整位置的啊。对，不管怎么样先执行一下，看一下效果。还是那话，根据场次，根据对手，哎，来调整你的这个决策。哎，两个难点的其中一个，你这杆球就可以去做左边边库的自己的球了。如果不是段位差得太远的话，从这几局，尤其是三四局之后，我们看王立哲的，
就是心态安定下来之后，其实还是打出了一些好球。嗯，包括他的动作，一看就是一个算训练有素的爱好者，肯定是多年老手了。尤其是比如左边中袋那个吊带，你还记得吧？十号叫黑八那个，知道。他并没有过多的这种情绪上的一种宣泄，只是下一句开球的时候，撇了一下嘴，然后就好像这事没发生过一样。其实赛前他跟他的这个亲友团在聊的时候，我正好路过嘛，我去询问他是具体情就是基本的情况。啊，他那个球友跟他说啊，老王加油啊，那老王就说，王立哲就说啊，说我争取少输几盘。心态倒是可以，现在就是要破蛋。嗯，但到这个位置能不能挺住啊？有的时候第一步就是最难迈出的一步啊。把二打起啊，八六都可以防，八六，二八六，嗯，从车变成了电脑是吧？对，为什么说八六呢？这个经常看电影的朋友都知道，今天八六上没上山啊？釜山又行了，追龙追没追啊？你说的这电影啊，嗯，就是赛车的那个嘛，嗯，是吧？后来呢，就我不是玩飞机嘛，嗯，然后有一个哥们儿做了一个视频，就是他做的不是秋名山最速啊，叫波斯湾最速啊，有一个地图是波斯湾那附近的，然后他用一架飞机战斗机，上面涂上藤原豆腐店这个涂装，飞机也不开起来，就在地面上刷刷刷刷的，然后自己做了个视频。依旧稳定啊！第七局，吕先生比分7-0，7-0。其实说到这个秋名山啊，好多朋友都在问，这个都想去群马县去找这山，但是找不到。其实秋名山是他们找的一个假的名字啊，真正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山叫真名山。哦。就是你要去找那个五连发卡湾，对，有就想去找那个铁道口一样，对，一个道理哈。铁道口是能找到啊，那个地方叫镰仓。镰仓，对，镰仓高校，对，那一站，镰仓是它的那个县名字、那个，你还得再坐小火车到镰仓，全是人，那是旅游胜地嘛。嗯，关键这有点网红，这不是网红，对对对，这在网红网这个东西红起来之前，它就先红了，没错。第八局，王立哲开球。全天候，全是这个国人啊，在那去拍照。说明都看过哈。嗯。我就去两回，你想想。啊。好的。七十二这边还是挺纠结的。球倒没少进啊。先打花的能不能行？先打九，或者是呢，要把十五处理掉。我感觉他打二直接就顶了。对，可能会顶到十二，再顶到七。嗯，他有点想直接碰了。对对对。直接碰角度又不对，啊，感觉这种球可以再发点力，来点左塞，先碰到十二，然后再开到七。可以打四号就去做五啊，五号球右下方带口是有的。
一定要再弹起，可以。你翻带是几乎不太支持左边中，你七号就可以留一个角度去翻带。你要去打六，直接去顶的话呢，咱姑且不论说下方有花色球，你停这个位置最好的这个地理位置已经被对方的手给占据了。嗯、哇，这个角度，其实不太明白这一杆的意思啊。嗯。强拼了。其实与其这样，刚才那个角度，我第一反应是，如果打六号就翻左下方底带，有机会去顶。嗯，可以有。好，吕鑫按照的是最开始我说的第二次说的顺序啊，先把十五处理掉，因为如果你不处理，就直接九 K 十二的话。K 完之后，十三、十五容易在一条线上互相遮挡，那么十五没了，来带开，嗯，单降一杆吧，嗯。固进。还是有追求、哎、还是很难打这种球啊，我估计以咱俩的段位直接去打那目标球近代都不是特别保，十个里边得有几个有十五的，有几个有十五、哎、十个全十五，不至于不至于打不进去，你别太谦虚了，不是毕竟是直接打一个球近代，不是谦虚，前两天打了一回哦，真的、啊、腰酸背疼腿抽筋儿，那多喝牛奶嘛养一杆防一杆，有漏，这应该就算有漏了。嗯，有机会啊，有机会破蛋。球，好球，好球，好球！王力哲胜，比分1-7，谢谢。第九局，吕鑫开球。
三号我没过啊，没有。你先开球时机两次，再一次拍回去。继续接到。嗯，打九号啊，可以调整十号右上方袋口。嗯，就是要是我的话，直接上去做十。嗯，也没问题啊，就是单独的把难度球叫到一个好位置，把它打掉。先处理掉啊。你这是类似波茨那种风格，嗯，咱俩差不多啊。其实都是，我感觉不是咱准。是咱对一些 K 呀、一些细位啊不保的时候，干脆就有机会的时候把它打了，然后其他都是大面嘛，对吧？不好传，你是过去看传吗？我是看看那个十号球上方的花色球有没有单独叫啊，单独打。眼神不好，只能过去看。哦，反正这个顺序啊，就是十号没处理之后的这个顺序。顶，哎，现在倒有机会去叫十右上了。嗯，用十二叫，十四这个角度也偏大，而且后四洞。对呀、啊，不舒服。打十二，或者再调一个舒服的位置，对吧？嗯，再去打也行。十二低杆叫，然后到左边先叫到十号，偏直就可以。哎，看来角度也不舒服啊。还是就是刚才说的，他调整十四这位置再上去。嗯。一样。其实如果说早处理的话，到后面就不会像现在这么费劲。小心，哎，这不，这是重叠，重叠，没事，嗯，没事。角度还不算好啊，还是白球向左的线路。而且你这十号下低杆的话，旁边的单色球啊影响你，看会不会往前顶一下，连推带杆，顶到左上。对，嗯。但是主要是这两个球的这个位置关系啊不太好，保证顶出好机会。干脆啊先打了，就是你曾经说过的，就这颗右上角有没有吧？嗯，对，嗯，是三吧。最简单的把五打出来去贴这七啊，每次上手的时候都很难受，让你连个翻带都没有，连个勾下都没有。今天吕鑫至少两到三次这种打底带去勾边库球，好像都是赛顺赛差一点点，对，哎，就薄了。
但没关系，还可以调回来。顺推应该可以在中袋上边吃库，小左赛不要被挡，甚至不用都可以啊。纯控制力度也是可以的。嗯，想走得远一些啊，有点追求。想上去多一些，但是既没有打出这个白球效果，球也没有进，重大失误。又给了王立德一根机会啊，可拼，只有拼的时候就拼吧。啊，我也不拼，给你拼。这个位置可中可底。我也不拼，那我还是不拼。嗯，到了一个这个咏春里面推手啊，哎，两个人站着揉揉揉揉，有点像云手那种感觉。嗯，对对对，要出问题，这回犯规。嗯，这回拼了啊。对，阿迪进入到官方暂停。第九局吕先生比分8-1。嗯，有可能会不暂停，看一下双方选手的选择啊。哎，常规的暂停了。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54个国家。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老伯，追上啊！来呀！太平了吧？库欣这么好，啊？追上啊！乔氏金腿追分神器，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源自英国百年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纤脚，11.5毫米特制杆头，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发力。波茨杆，我挚爱的武器。波茨杆，中式和中式八球。波茨杆，中式球杆开创者。九万级球器，中式八球领导者乔氏荣誉出品，完美双轨设计，
3年售后质保，抽10年使用寿命，售后保3年，人工省9万，厂家包安装。98集成器，售后保3年，人工省9万。销售热线400-6060-147，转二。攻，你可以攻别人攻得彻底，你完成不了这次进攻的过程当中，如何能够牵制对方？和一号的终点进行连接，延长到白球平行的这条线上。下意识的很多选手都认为，哎，这个七号肯定就是这个代码，其实不以为然。比赛继续，第十局，王立哲开球。花色球不错啊，白球被这个14号一赶啊，赶到球台中间附近。其实这一杆我刚才想说呀，稍微思考一下。对，这一杆它意思是叫13。对啊，但是这个，如果它瞄哪儿打哪儿的话，它这一瞄感觉就低了。如果你轻一点，用一个就蹬推上去也合适，它可能感觉台泥没那么滑啊，以为能往前多走。不好了，就为什么说刚才他那一个上手那一杆，让他思考一下，就是你最后用那两颗球去走这个九号过渡10号的时候，这条线，线路的选择，右边就是3号右边弹起来这个位置啊，因为上方4颗球封住了相当多的线路。对，想在5号左边啊，中带下面吃库叫10。还是有机会，8号有左下角可以叫，顶到3还是避过，有机会再扳一局。刚才啊，快暂停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我说有可能不暂停，你记得吗？嗯，记得。因为这样的大比分落后啊，尤其是确实没什么胜利的希望，有时候双方选手一个默契就不暂停了，然后继续打完。但是王立哲胜，比分2-8。王立哲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啊，就是他是要拼到底的，不管怎么样。谢谢。
第十一局，吕鑫开球。白球的位置就差那么一点点啊，十和十二传九都打不了。洗过牌之后，好像两种颜色就差不多了，都不怎么样了。攻下去的话呀，这个二号，翻带都不好翻，好像就是拿六去 K 合适，但问题是，这个顺序打下来啊，也是没办法啊，你这个一直这么打下去，可能最后六 K 二的时候没有什么接应的球了，而单打也很难受，你如果不进十二，基本上是稳漏，白球靠下呢又把十五给漏了，反正都是很难受。难度不是只有这一个，而且你周围去解球的这种接应点也没有那么多，用张纸的话说打下去没什么太多意义啊。其实在王立哲上手是有机会直接去先去调六的。哇，这是要去 K 二啊，但是塞多，可是他先调六，把二 K 了之后，他又觉得三四，尤其是四难受。但是那个时候你的球多呀，对吧？哪怕说你最后搅局，你还占一个先手，到现在只能是自己去强去打，垫起来，防守一杆。你看这球，吕鑫把这个白球放到球台下方，你一样难受啊！我都怀疑他会去突破啊！反正四号就是挡着你，对吧？我就是挡你嘛。
打死自己一颗，打活对方一颗，哎，这真是拼十一啊，叫上面的球啊，他好像瞄的是十三，那十一就是薄。球防的真是，嗯，老道。除非你这一杆进球，嗯，否则我是一桌子活球。啊，说有难点就十一，十一呢，右边中带很开阔，开阔，哎，白球向下走也可以叫八号左下角。这是个无意识的防守，示意了一下。摆掉十一，啊，不一定是直接去摆十一啊，因为十一好最后连，那可能是某一个球去叫十一，还是决定来摆十一。比如说是左手选手可能会摆十三叫十一，对吧？右手呢直接摆掉十一，那可能是十二叫十三，你白球放在，就左边中带附近够得着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可能不会叫得特别近啊。嗯，够起来舒服就行。对，看准吧。应该是终结比赛了啊。恭喜吕鑫获得胜利。吕鑫胜。下一时段比赛是下午的3点整，我们到时再见。嗯，到时候就见不着我了啊。嗯。